学习。
管理着，讲着即个叫做吼，伊看人诶迄个参与度啊吼，因材施教，伊是教育方面吼，咱若讲迄个做要做代志吼，就是爱配合伊诶才华嘛吼。所以吼，咱发展诶结果吼，即个学校吼，佮发现讲人迄个做。新店吼，若有新一间迄落个新的道路店吼，啊，伊也是算要新开发的吼。啊，迄当然迄单位是早就有啊啦吼。啊，迄落做高滨凯老先生吼，嘿，高滨凯老先生伊迄个单位咧吼，按我个印象吼，就是上个吼，啊，伊这个前任就是谢德祥前任啦吼，啊你。伊迄个新店了后，要起个叫做弥勒家园咧吼，弥勒家园咧吼，迄个甚至有生态教育，有迄个有迄个功用啦吼。啊，伊迄甚至，今咱恁个老老前人吼，差不多到迄个时阵来台湾吼，啊，互相以前捌听迄个前人。吼，也是咱咧台中的长辈咧讲啦吼，讲咧坐船啊来个过程吼，足辛苦个，吼，坐船啊来吼，有经过迄个，吼，迄个考验啦吼，啊，还能够通过考验吼，能够来到台湾吼，吼，即个，吼，遐个观念就是讲到即个，吼，有酒或者咱进步吼，咱老迄个。申请 YouTube 的迄个账号吼，甲机台会当一个网络电视台个吼。啊，像讲咱若参加放有录影吼，还是翕相个，上好是影片片档啦吼。啊，无咱话含声音嘛会当变成片档呢。吼，啊，为像迄个照片个嘛会当配合声音，吼，那变成影片档。吼，啊，上传 YouTube 去，上传即个 YouTube 啦吼。我讲叫 YouTube 是咧，我用 YouTube 啦 ，YouTube 哈，啊，常常听咧讲 YouTube 啦吼，啊，那像讲咱较常咧上传的吼，啊，你当甚至就会订阅就会比较多啦吼，啊，配合迄个 FB 啦 ，FB 就是啥个简写 ，Facebook 啦，哦 ，Facebook 的简写。FB 就是我也是不可的简写的吼，一再人吼，他看着讲这个吼，一挥挥是不可这样那发电吼，他就想讲挥是不可，啊，你这个谐音讲的对吼，那迷上了挥是不可就要挥是不可，啊，其实吼，咱若善用了吼，用到好的方面了吼，那么是在帮人道路发展吼。咱拢想讲，迄个钱哦，有通错过吼，啊，其实咧钱吼，无辜啦吼。啊，咱若想讲，迄钱会做歹，咱做歹代志吼。啊，若要用钱，若善用就是做好事啊吼。吼，你若讲，啊，拄仔看影片吼，讲干呐要去天神要求着嘛，还要公积金。哦，啊，拄仔看到迄个公积金是十万块咧，哦。那民国八十六年，咱伫十月三高一儿盛产，咱看到迄个空军官校咧，录我伫讲要追高吼，啊，迄阵有啊讲到叫空军的蔡教官的话是吼，啊，那蔡教官当然是迄个蔡长廷教授的弟弟吼，啊，拄仔去蔡教官了吼，所以这答案嘛，啊，无求证了，啊，无确定，哦嘿。因为他过来遐面讲着蔡教官啦吼，啊就我倒起来讲起官校上个面吼，哇咱上面吼，咱办迄个做空军官校遐子弟工吼，上到会赚钱吼，所以即卖会当过配合吼来需要在吼，哇咱即卖咧足济吼，迄个啊足济做青龙面即个吼，每时不可拢会发表迄个吼，像我想讲咱道场吼。四个新图啦吼，画了嘛，后迄个照片啊，后迄文字的吼，哦，这个影音图文吼，拢会当善用嘛吼，影音图文啊吼，啊，咱爱
想，当初哈，那个严组长啊，哈，严经理组长啊，都有心的，弄去，邀请啊，哈，我们邀请花艺单位哦，花艺崇德的哈，花艺崇德单位他们听过了哈，浅浅花艺崇德单位有听过有的，你那个出名的哈，花艺崇德单位，哦，那你带人，哦。那道场有一片天的啊，一在间也不在当大哥啊吼，真大哥了吼。啊，咱足早就拢伫咧台中王甲大学啊，咧发展学界发展啊吼，发展伙食团啊吼。哎，咱即马咱经理做诶嘛吼，咱黄崇威领导，嘛是拢咧发展伙食团啊吼。迄里咧真侪大汉吼，即马拢有咧伙食团咧。哦，那黄崇威领导你。他建立伙食团哦，就感动那个哦张楚教授哦，那前面拜见哦，有请邀请张楚教授哦，他的儿子哦，号称叫做诗词歌诗词男神哦，哦对中国诗词研究有怎样哦，可以说哦目前最优秀的哦，被邀请到中国哦诗词的节目啊，各父子哦。不止啊，那一头还叫，还在那边较量哦，那内容很精彩的哈，那真正不简单的哦。那那张楚教授是很有名的教授，他能够哦义务奉献哦，他不收终点费哦，这就很不简单的嘞哦。他说有被黄崇威领任哦感动嘞哦，哎，他说有敢称赞他办伙食团呢哦，我那大学生哦。对帮大学生的帮助很大的哦，啊，后学哦念以前念中工大学就有去哦找过那个蔡长廷，他那个时候也好像是当助教的，在他们那个学院哦当助教哈，哦啊那蔡光义他可以去，哦啊，但他那个跟蔡教授的一点朋友也不错啊，因为念。南一中的时候，曾经去，是住那个，哦，台南一中校门口旁边那边有那个旧的，哦，旧的房子，那好像日本式的房子，住那边，哦啊，那个应该是说蔡长廷教授他们，哦，他们的房子那边的哦，啊，但是哦。好像没有看过蔡长廷教授，看到了可能是他的弟弟了哈。那、但是哈、哦，那个是听其他人这样介绍的，他没有经过蔡长廷教授确认呐、啊、哈、哦。没有。啊，就是有好多因缘哈，真真巧了哈。啊，目前哈、哦，或许有设那个叫做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了哈。啊，欢迎搜寻。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了、哦、社会服务了、哦、网络电视台了，哎，看到机会哈、哦，看那个这播放清单，有时候是三教经典哈、哦，闽南语读经哦，看是别哦四书五经的四书五读了哈、哦，看是别道教的经典哈、哦，看是都啊。清净经啊，哦，啊，太上老君说清净经啊，哦，啊，道德经啊，哦，啊嘛，佛教的心经啊，大悲咒啊，啊，佛教的话，还是，哦，因为我目前的印象啊，是在那个你一待了哦，那个跟我们的侯老师啊、孟颖老师啊，哦，啊，也侯老师也后来一起正在跟谭书荣去美国一样的道场啊，哦，能赶快心意主呀，哎。圣古城单位哦，丹阳古城单位，这中信啊，啊，显显，还有刚有这中信单位，那有这新义，还有这中信的单位，啊，那些戏文那要闹多久呢？哦，啊，我们马龙班去遐参观，啊，因为一家不是成大哦，啊，就是第二个古城单位这位学习，哦，啊，就那有去的冰空的戏文啊，四木子那边。哦，那边有他们中心的红房啊，哈，也有去那边啊学习的哈，啊，
当然要感恩了哈，感恩古城班委前贤们的哈栽培了哈，学那个办大礼节的学，还有这讲师的培训了哈，还有听经典的哈，他学的耳的心经啊，耳金刚经啊，耳六祖坛经啊哈。你参加仙龙班嘛是伫咧台南遐参加的吼，仙龙班嘛仙龙主笔做用咱大学个名做师傅啊，以前吼我伫遐讲啊，厝长个名人吼，所以吼足感恩个吼，上天主笔了吼，有即个道场个即个吼能量来帮忙啦吼，无只要讲好啊吼，就才疏学浅啦吼，读册讲人咯。咱人一味的努力啊，方法还不是很好，能够往道场发展真的是人生是比较走向光明的路了这个是很值得的呢但大哥真正走向光明路真正安尼遮济嘛七十外年到即阵啊三十外翁个呢那求道是民国六十几年就有了，一家求道的那个父母尤其是家母教一下我们就跟着去一起去我们那个南朝当个王春龙坛主王坛主他们那边求道一家人很久了本来一拜拜了就会去拜拜了今晚老公就会求道不如干干的你拢会心怀疑。另外很奇怪，我们是受了教育，让学习到那个从容的爱先好礼去，都不会容易相信这个时候这个知识发达了明智大开了，但是好像有一些对宗教的虔诚的心好像就变成很淡了。这个也是一种考验的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还能够跟这个道有相感应，这样会比较好那可能学一些说遇到事情都要先存个疑的，先考虑考虑再来考虑。有时候时机不等人时机一闪就过了。能够很有耐心的那我度一次不成了，第二次、第三、第四、第五次连续度很多次、很多年都不放弃真的不容易遇到这生命中的贵人，真的是感谢天恩师德很多都是讲一两次不听就放弃了，因为他还有很多人需要救。惭愧后学有这种心理真的是很惭愧，通常都是度人不容易又会另外找别人所以后学也感慨说好像度人很少，真的是需要能量再加强后学目前就说要度人家好像去求人家留下像春山寸剑那么辛苦，不如求人，不如求自己就是说有时间有能力能够做到的就尽量去做了像会拍照片会录影会在电脑上写一些写一些也是劝人家来求道的所以就用网络电视台跟有缘人结缘目前订阅人数快800了快800。但是那个人和单位人有佛堂那人和单位林书奇他不叫做什么网络电视台，他只有用他的名字叫林书奇，不是那个歌星那个书奇的圣贤书的书齐家治国那个齐他那个订阅人数快1500个太厉害了。他也是有拍那个庙在哪里的庙地方的宫庙有绕境活动
或者是政府机关有活动啊，有办演讲啊，或者是美术馆有办展览啊，或者哪里有歌唱比赛的去拍啊，哦，也都很多元化。然后，那你看订阅的就会有，哦，各阶层的嘛，哈，各种哈，对，各种喜好的人呢，哈，来订阅的哈。订阅的目的也是说希望结一个善缘嘛，哈。那或许那个影片哦，底下会有一些说明文字啊，哈，那就是利用这个说明区的哈，给他说希望能够求道的。啊，这影片呢，影片荧幕在这边嘛，哈，画面在这边嘛，哈，啊，底下也会有那个说明的很多的字啊，哈。啊，如果用手机看哦，就只有这个影片啊，这个说明区的好像都隐藏起来的，好像要点一下这个小小的三角，点一下它再然后再开展开了哦，展开才会看到这个说明区。他就会写说啊，应该要求口供圣道三宝心华哦，啊，因为世间财呀，世间用的哈，世间不住哦，那个无路用，呵呵，反正我以前就拢爱听安尼讲，讲世间财、世间用、世间无够，拢无路用哦，啊，所以后面会写说求口供圣道哈。真的是很重要哈，啊，因为那个钱财是身外之物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哦，或者是给以后不相识的人用的哈，啊，讲哦，以后唔怪得人用的哈，啊，所以讲，真正爱对这个部分要去了解去领悟哈，啊，然后要知道说，得了三宝心华是可以带着走的嘞，哦，这就很值得了哈。啊，得了三宝心华，再世红可能红香化吉哈，遇难成祥，改变命运了啊！啊，百年寿终以后能超脱生死轮回啊，离苦得乐哦，哇、啊，这多么有意义啊！哈，啊，哎，那有看到，加减有看，哦，加减有看了哈，一路也跟了哈，哎。有为道种啊，给他能量啊，给他正面的能量啊。看那读经典哦，那看经书啦哈，可能儿童读经啊哈，读经嘛哈，圣人的作品呢哈，有高能量、正面能量的哈。经文哈，也有带着能量的哈，带着好的信息。所以哦，一路也跟了我，有为道走呢，然后啊，我看经典，就是种善根哦，啊，增加正能量哦，啊，帮助开发智慧哦，啊，发展潜能哦，啊，无啊，咱这个潜能哦，哦，他讲的丢山啦，哦，啊，这个只是一条哈。咱哦，咱一般世间人要用的智慧哈，咱一般世间人要用的咩呢？知识哈，那比如冰山的一角，那浮到水面上的一点点，哇，水面下还有很多的哦，哦，水面下哈，哦，还有很，你看好几倍的哦，好几倍的，所以哈，重要的是要开发这个。那个什么叫做潜能啊？哦，开发潜能。啊，咱老年潜意识是有这三个。我们人的潜意识是什么？第七世、第八世。第七世、第八世。哦。啊，那个也有鼻舌身意识啊。哎，你说这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世哦，这六世才那么一点点而已哈。好，那我们人有六世啊。隐含。啊，那学道理啊，就学道有八世哦。啊，难道有这个前六世？
六识就是跟什么有关系？跟六根啊，哦，啊，六根是跟什么才会有六识？六尘啊，啊，那呢？所以那沿着鼻舌身意这六根哦，遇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才会产生六识。眼睛的哈，眼视、耳朵的耳视、鼻子的哦鼻视哈、啊，舌头的舌视，双手双脚的身啊哈，身视啊，意就是会思考的哈，会判断的哈。但是我们有时候思考判断呢，好像有戴着有色的眼镜哈，有受到成见的哈，成见的影响哈，有先入为主那种种种的成见的哈。那、啊、所以那个不是真正的智慧，会有受到污染啊，受到限制啊，啊，或者我们说来人世间啊，轮回转世六万多年了啊，那可能有投胎转世做男人、女人，或者是人类以外的动物啊，它有不同的习性啊，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学习啊，它累积都累积在第八识，他这个潜意识就是第七识，啊，那那光有归机啊，归行有一个记录器，那是等于第八识，啊，啊，像那个啊，咱最经典是咧过讲咧有用马号的火车咧，哦，还有发动车，啊，然后检察官要去找到那个类似那个，也是类似黑盒子，哦，归机对不对？黑盒子。哦，啊那这个火车的可能是也是那个记录的哈、哦，也是记录器的，就是等于我们人的那个叫第八识的哈、哦，阿赖耶识，蛮强识的哈、哦，都是累积啊，所学、所见、所知、所闻、所做啊，都是存在第八识，哦哎，啊那第七识的莫那识哦，第七识的是一根呐、啊。第七识是一根的，所以那个潜意识，一根的是一个根源呐、啊。啊，一根的是因为第六识那个意识啊，它所以一根的是潜意识、啊，一根的叫做潜意识哦。啊，那这修行的是一个连接的转八识成四智哦。所以咱咧修行就是转八识成为四智哦，不转完成圣了哦，转染成净了哦。哦，咱咧修行咧就是那什么咧，掏金然后炼金哦，这样来这世间不就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嘛哦？是金矿能够提炼出金呢？这一生就值得了哦，对，啊，好像哦，点那个 YouTube 还在用嘛，啊，非死不可也有在用，啊，如果 YouTube 有那个影片哦，我们会取得一个网址嘛，哦，那然后把网址啊分享到非死不可啊。